这儿这个建筑盖的是真不一样。你看我这面上面是两个雕像，然后这面也是两个雕像，我以为这是个门呢，可惜没有啊，没有门。这边的建筑风格呀，确实是，就是说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，属于是这个一种非常独特的，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保加利亚式的这样一建筑吗？至少我是没有在之前的这个建筑当中看到过纯是这种样的建筑啊，很古怪，十分的古怪。这面就属于它的这个老城中心区了啊，这楼盖都挺有特色的。但是你看它这个装潢啊，这个墙你看着了吗？基本上是很素的啊，跟那个希特勒时代的很像。但是呢，它又有一些雕塑上面啊，有一些简单的雕塑。所以呢，这个风格是很奇怪的。然后这面的话呢，都是空调，可能是天热的原因，都安上了空调。这是可能是政府的办公室啊，政府的办公室。它这个字母啊，和希腊的很像啊。哎呀，这个阳光也没了，现在我人也变得很黑了，估计现在也不太能录了吧。看看这个黄，哎，可以。这面呢，哎，这面还可以啊。我这边水倒是挺亮的。他说这是泉水，泉水，然后那个是没有气的。是的，上一次我买完一瓶水是带气儿的，之后啊，我就长了教训了。这回买水先生都问一问，我说有气儿吗？没有，没有这买。哎呀，买带气儿的水太难喝了，酸不拉几的。啊，碳酸嘛，二氧化碳加的那个味儿，哎呦我天，要了命。哎，这边楼盘多新的盖的，挺漂亮的啊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，如果没有弄错的话。这边的汽车倒是也不少啊，看看都什么牌子的。啊，这个不知道什么牌子，这个我也不熟啊。这是好像是福特，是吧？现代，这是个现代，这车子牌子都不一样，有点意思啊。这个是啥？像浙江那个符号似的，不知道是啥玩意儿。这是个日本车，我这面是在搞汽车展示吗？那每辆车的牌子都不牌，这是奥迪，我操，每辆牌子车都不一样啊。哎，遇到个重复的了，又是个那个浙江的那个，有点意思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？起亚，哎，韩国车。这是个浙江啊，你看这个 Z 的这个倒挺多的啊，三辆了。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哎呀，又走丢了，现在是到哪儿了呢？到哪儿？这也是一个城堡区，城堡区这边是一个。城堡挺漂亮的啊，这是可能是办公室。我现在需要啊，再 check 一下我的位置啊，再 check 一下位置。先不录了。